没有，我不是胜利者，我也不是强者，我只是就是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坚持做对的事情。多庆幸在最美好的年华与墨相遇了，可以，可以吧？我这个实力改字儿呢，一语双关，雨墨相遇，雨墨相遇。哇，谢谢星罗航空的爱心轰炸机！哎，真的像，就当我现在在听到这首歌，就前奏一响起，我就觉得啊，好感动哦，感觉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都快5年了吧，对不对？2014，对，哇，还有，感觉还有4个月，我就是直播5年嘞。有没有从最开始看我直播的小伙伴啊？就感觉哇，今年时间过得特别的快，就其实一转眼，虽然中途有过挫折，也有过时间过得很慢的时候，也有过很煎熬的时候，但是我觉得，无论是快乐的时光，还是难熬的时光，大家都跟着我们一起就是成长了。到现在，我觉得都过来了，对吧？然后希望呢，在之后的路上，我们还是能够如影随形，互相陪伴，互相成长。因为我们都是一直在进步着、成长着。我觉得其实我，怎么说呢？就其实我之前经常就是会看到有一些大家对我的评价，就是路人啊什么的啊，就觉得哎，我以前不优秀也不好看，然后就像是一个怎么说呢，像是一个丑小鸭吧，然后就是说会觉得哎，为什么我看起来现在好像还挺好的，就是感觉变化很大，无论是各方面啊。然后他们就会，就是总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评判嘛，就会觉得，哎，那你一定是有什么关系，或者是，哎，那你一定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才会这样的。他们就不会想着，是你自己的努力，或者是你自身愿意，就是一直的去成长，一直的去努力。然后就是这些他们是看不到的，总会觉得你是用了那歪门邪道。但是我是觉得这一路的过程，我觉得我，因为他不喜欢，因为有很多小伙伴他不了解，他根本就没有不愿意去了解，他就只是看表面的现象嘛。但是我觉得跟你们不一样啊，你们是一路陪伴着我成长过来的，我觉得你们是能够感受得到，也能够体会得到的，对吧？每次就是想着，就是，想着想着就蛮扎心的。不哭不哭不哭，现在慢慢的已经学会能够忍住哭了。你看，这也是一种成长，对不对？从最开始憋不住的哭，到后来，不会不会。不会轻易的哭了。用作品像什么？哎呀，铮铮一来，我就在那说这么扎心的话，真是的。本来直播就是带给大家开心的。没有，我不是胜利者，我也不是强者，我只是就是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坚持做对的事情而已。只做自己，有幸见证我的成长。我觉得这种过程是很美妙的，是吧？说不定我还要成长个十几年、20年呢。你们还会一直见证着吗？哇，谢谢！